各种品相寿司摆在餐桌上，美食当前，但仔细一看，竟然有只手工在桌上，而且放的位置还是店家的酱料碟。事主拍下照片 po 网，引发网友挞伐，因为这样真的很不卫生。我觉得很恶心，那喜欢吃寿司的人都不敢再去吃。为什么要放在餐盘上？他应该要考虑一下周边人的想法跟感受吧。原本应该用来沾酱料的碟子，竟然被一名原治大学的学生拿来放宠物，不免让人担心食安出现问题。校方也针对这次事件发布声明，该名学生已经在22号联系店家处理后续事宜，学校也会针对违反校规部分进行处置，同时会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以及宣导卫生安全的重要性。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，倘发现消费者携带宠物进入店内用餐，依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应有管制措施。倘经查获未依规定，卫生局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寿司郎声誉受损，紧急发声回应，强调各分店已经加强消毒，确保食品安全。后续也会针对该名学生采取法律行动。近期的综合报道。